白手起家看起来比较好玩啊。然后我就知道你会选白手起家，还是我要进去才可以创角、啊？好像八加九。开始。我们一开始没有农具，好像要去买农具。我们也没有田啊。我们也没有钱啊。那我们是要去打工是吗？好像是。该不会这些东西，该不会这不是我们的田吧？怎么不能抢东西啊？我们没有田啊。还敢抢？你以为是 GTA 哦？这是谁？谁？这是我啊，不然嘞。Dash King Farm。那为什么白手起家要50万？50万美金白手起家。老皮叫我买皮卡、欸，怎么多一个数字啊？干！我车了，我车了。这是你改的吗？对啊。你怎么把它涂的这么丑？改它原本配色的。所以他是直接开过去吗？没有吧，要启动吧？啊？讲我好像应该为什么感觉应该出大、欸？哦，等等，你下车，给我下，给我下。老皮说这要挂在后面呢、欸。哈哈，你在笑？自由度，自由度，自由度，不要被规则局限的。还是我来监工好了。那我要让聊天室那个强迫症发作。我要用这个画一个老二。哎呀，这里少一块、欸！七四一四，七四一四力。那、啊、如果我破坏别人的田会怎样？有这样开进去别人、啊，可以吗？别人的就无敌啊，我们的就会烂。杨香也是啊，不然他电竞比赛就变是 PUBG 了。真的耶，开始搞别人的田。哈哈，干！我这个剃的真美。我剃的也美。啊，现在咧？现在我们只赚了1000多块美金呢。啊，怎么办呢？不然我们赌了啦，直接买一个点种下去，看可不可以翻倍。那你买啊？你买哪里？先买小的。我没有收割过棉花哎、欸，它好像要特别农具嘛。对啊，不是那台、啊。你开我车干嘛？它、啊、不是要撸掉？撸掉你自己用那一台啊？啊，你用不着用，不然你用没？还分你的、啊、我的，我们不是我们的吗？先撒石灰再撸，是假的。哈跟着我的脚步，哎、欸，没嘞、欸，路少、哦，所以看石灰量很大呢。白痴啊，这才不到10%吧？把梨都退出哦。开始扣钱。哇，完了，噗一堆漏洞，要先把。农作物割掉，是假的？割那个切刀哦，要用车子去碾哦，切 gay 啊！呜呼！干，我需要更多的工具人。我怎么感觉我们还没种好田，我们就先钱那个50万就归零了？哎呦喂、欸！干什么？直接租大台一点来割啊！我要起飞了吗？他好像是割杂草的、欸。完了，退租，我们剩8万块了。我们还没有开始种、欸。怎么了？我车子怎么打开了？玩到什么了？怎么出现一个炮台？防空炮。
到底时差小啦？我去租，我去租，我去租。棉花怎么这么顽强？改掉去另一个平行时空了。先去割木头。不行啊，我们不能，我们是农夫，不能去割木头，我们要种田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快快快快快，终于可以了，先把那台红色的退租一下。看这个弄完，这好像是买太大片了。有了，我请工人了。他的前面，我们看 AI 示范。那我要顾了。啊、不对啊，这里怎么没有弄？哇！扫地机器人。他对于我们的路径困惑。他可能觉得我们是智障。你刚刚叫工人？我的啊，我刚叫工人啊。你也放弃治疗了是不是？我累。自己放给他们工作，我们去伐木吗？对啊，我们去当山老鼠。几百块吧，我猜。这种是不是不用？等一下。OK， 太满了，我先送了。哈你怎么了？What happened？ 这里没办法按啊，重置啊。是假的？对呀、啊，这不是头文字 D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怎么了？按掉了一块。怎么才400块？三老鼠不好赚哎、欸。爸爸妈妈给我们的钱快玩光了、欸，我们的田开始有乌鸦出现了。他在浪费我的石灰。哎，解雇了，解雇了。这个是不是薪水小偷啊？故意慢慢弄。剩下只能靠我自己了吗？多找几个朋友还不用给工资，你说的没错，没有错。米鸡来，嗯，猫康米鸡老皮，贝利美啊，不行，他晚上才有空。OK 啦，全部割完了吧。叫工读生滚了、哦！没有，自己手超快快。一号啦，这个工读生每次上班都一直滑手机，好累、哦。这样你才知道你现在吃每一粒米、一粒饭是多么辛苦的、啊。还敢浪费食物啊，各位！还在那说三色豆很难吃什么的啊？香菜很难吃，芋头火锅很难吃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在撒肥料哎、欸，不要这个！哦，你在撒肥料，靠腰，靠腰。他刚刚说不能退，我想说为什么？油菜种起来，等一年，一年是多久啊？一年十二个月啊，不然嘞？我说游戏时间，我们要一直打工，打到这个甜菜长出来，我们才有希望哎、欸。啊！哎、欸，怎么甜菜长出来了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总感觉我们的钱在下降啊？我刚赚的合约钱好像都没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再忍一下，你再忍一下，需要你啊！没有你，我们是不行的。哦、嗯，为什么这好像是车子的问题啊？
真的开不动哎、欸。我们租的，你说滚轮哦？这才六块钱哎、欸。滚轮好像没差呢。不管了，试看看。这是四万九了。嗯，那我要干嘛呢？我们所有的器具是不是都在工作啊？干你鸟！我被三宝撞了哎、欸！重点是我比他大台哎、欸，他完全没事哎、欸。哇！他妈谁敢撞我？我现在超屌！我先卸下来一下。哎呦，大便！拉出来了！将生死方吗？哦，想大便了，想大便了。哎，等一下我后面那个怎么没关了、啊？靠腰啊！后门没关，我这样是吸了又直接漏出来，是不是？上完厕所不穿裤子耶！我天啊！边吃边拉屎。靠背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360倍时间流速。哦，下月下月，不是都会有人拍那个，就加一个摄影机在这边超久嘛，然后加快播放速度。我现在就是那个摄影机。我们贷款什么？为什么贷款20万啊？所以我们实际爸爸妈妈给的钱只有30万。开一小段路，开了一个月。这个支线也可以雇工人用吗？可以外包哎、欸！假的！哇，他们聘请我们，再聘请别人。不要拿我的电话筒！靠腰啊！地主哭了，时间成反比耶，都四月了，你怎么还没整好？我要怎么种菜？你哪嘞？快六月了，还没把土弄好，地主要气死了！哇！我也看甜菜，原来甜菜这么美哦！哇，看这是哇！呜呼，好爽哦！是甜菜、油菜啊，靠杯哦。哦，油菜、啊。呜呜呼，这么小？哇，你还吃我喷出来的东西？哎、欸，嗯，为什么停的？喂，这很难，直接往前。拍谁拍谁？我可以看里面有多少吗？有啊，8000啊，在里面啊，好好的、啊。拍谁？刚刚奶哥霸占我的，他这样我接不了哎、欸。我知道了。